凋零怪对上朱布里蛮兵，两个种族之间的最强，到底谁会赢呢？我们来测试看看啊 ，Go， 来看一下啊，到底谁会赢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感觉啊，他目前是卡这样子，蛮兵有点废，不过也没关系啊。所以说呢，我目前呢准备了三种药水哦，给蛮兵这三种药水，他能不能对凋零造成一些伤害呢？啊，我马上来试试看啊。对决时刻啊 ，Go， 看一下看一下，哎，你被打了，完了，哎，朱布林要输了，他跑超快，哇，可以吗？哎呀，不过呢，团结力量大，十只蛮兵，这样就有搞头了吧？十只哦，十只，凋零怪飞不走的情况下，感觉会被朱布林砍爆哎。OK， 只要凋零飞不起来，蛮兵还是有机会的，好不好？都看到这里，不订阅一下吗？